就是这个发明造福了全世界老外，却还有很多中国家庭不知道。最后一批 19.94 对，最后一批 19.94 对。家里有老人小孩的，爱穿高跟鞋的，注意了，我家孩子总是贪玩疯跑，经常脚滑摔倒，我就在他鞋底都贴了这个防滑贴。它是防滑树脂凝胶的材质，有上千颗防滑颗粒，防水耐磨，就是在冰面上走也不怕打滑了。而且啊，3毫米的厚度贴在鞋上丝毫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给爸妈的拖鞋运动鞋都贴上，不怕浴室卫生间里有积水，也不用担心出门溜的路滑了。现在啊，厂家直销4对还不到一双鞋垫的钱，给你包邮送到家。想要的赶快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单吧。